郑科长今天晚上在书房是什么情形？他碰过这里的东西吗？回六爷，当时书房里没有开灯，我也没看清，就记得乔先生请江科长去打牌，江科长不依，还非说屋里有人，到处找，把窗帘也给拉开了，可是什么人也没有找到。乔先生说江科长喝醉了，我就赶紧把他请了出去。你下去吧。江科长真是喝多了，大半夜的到您书房去看书，还看的是英文书。我哪认得英文，我是看的弟妹进了书房，想跟她聊两句才跟进去的。这两天你派人盯着楚科长和江科长，另外你亲自跟一下乔治才夫妇，尤其是黄立文。是，去吧。怎么了？乔世才，虽然你不是我们的同志，但是今天晚上你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和你的勇敢，我会记住心里，我的组织也不会忘记。我没做什么呀，今天晚上的华彩部分是你香我那一口。这我是说那个你香我那一口是让那个现场所有的人都彻底的。谢谢你信任我。但是闹洞房那会儿你怎么认出我来的呀？真的是我的下巴呀。我骗他们的。那是什么呀？那参加宴会的太太们都细皮嫩肉的，保养的可好了。但是你的手表，你看看，天天摆弄照相机都是小卷。有吗？你骗我。我怎么骗你了？哪有？手摸你的手的时候，你紧张的都出汗了，手还微微发抖，我一摸就摸出来了。是不是很有默契？哼！走了，跟上前面那辆车，快点。小心，快走吧，我们走。
黄立文跟乔志才已经出门了。刚才半道上两人分开，苏一鸣跟着黄立文，我跟着乔志才。哎，刚刚乔志才进了毛公馆。小姐，要肖像吗？我想问问你，你这里冲洗底片多少钱？那要看你冲什么样的，那价格都在墙上呢。哦，哎，我可不可以借你的暗房自己冲洗啊？我是申报的摄影记者，有一些底片要自己冲才知道要什么效果。嗯，价钱嘛好商量，我可以给你双倍。这个，小姐。我这暗房里啊东西特别多，你说你要给我碰坏点什么，那你让我怎么办呢？你放心好了，我又不是只冲过一次两次，要不是因为报社一直要照片，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啊。谢谢。帮帮忙吧，老板。那好吧，那你给我进来吧。谢谢啊。进来吧，你看看就这样子。那你就弄吧，对，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就叫我一声，我就在外屋啊。谢谢老板。哎，好。现在脸上这副无辜的表情和昨天晚上一模一样。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从毛公馆里偷出来，你没有辜负你们组织对你的培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在毛公馆，我是六爷的客人，在替六爷办事。我劝你还是别嘴硬了，这样一会儿能少受点苦。姓楚的，你最好把东西放下。我劝你，别惹我。我是六爷的人，昨天晚上你胡乱污蔑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同你计较了。现在还想带我走，那就是看不起六爷啊。你要是现在把东西放下，我可以当做这事没发生。是吗？其实我也很感兴趣，你跟乔志才一天到晚的在毛公馆出入，到底在为六爷办什么事儿啊？想知道？去问六爷啊。我会有办法让你说的。先把他带到码头仓库去，别惊动任何人。带走。慢着。乔老弟啊，这仗做的的确很顺。
不过我在想啊，乔老弟，这大大小小的公司十几个，光账本就几十套，我要是查找起来是个麻烦。你们是不是考虑做一个汇总呢？好，其实我们正在做。六爷果然出事了。丽文，你怎么来了？楚科长，这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我看你的样子好像比他还无辜是吧？老楚，这是怎么回事啊？六爷，昨天晚上的宴会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这个黄丽文的来历不明，行为可疑，而且与共党组织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我怀疑他接近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到毛公馆来偷拍机密文件和档案。虽然昨天晚上我没有抓到切实的证据，但是特别巧，今天他在洗照片的时候被我抓了一个现行。六爷冤枉，楚科长，你口口声声说我翻拍机密，我翻拍什么机密了？那都是我的家庭照片。六爷，还请你明察。家庭照片是吧？哦，那你告诉我，家庭照片为什么你要到离家那么远又那么偏僻的一个小照相馆？为什么你要给老板加钱？为什么要自己亲自洗印？回答不了是吧？答案在这儿，照片洗出来全明白了。苏一鸣，洗照片。慢着，楚科长，你说我夫人偷拍了机密，老爷，丽文做所有的事情我都清清楚楚，如果有余据，我来负责任。昨天晚上，楚科长、江科长当作是开玩笑，我们不用放在心上。但今天是大是大非的事情，六爷，你要帮我们夫妻俩做主啊！阿鹏，这就是你所说的秘密，嗯？黄万里，你一共洗了多少照片？六爷，这不可能！到局子里等我。六爷，这件事我回去。之前丽文说把这些都汇总了，让您看起来不麻烦。他本来让我去问您一声，我害怕您忙，就没敢跟您说，直接让他去做了。丽文心思细，经验足，以前在公司和商行
都是把账目直接用相机翻拍了，保留底片，一个是安全隐蔽，第二个是洗出来非常的方便。没想到今天出这么一出，是我们没有考虑好，给您添烦恼了。不是什么烦恼，就是弟妹受委屈了。这个惠总做得很好，很细致，他是怕我糊涂，还特地的做了详细的备注。哎呀，辛苦你们了，刚才楚科长的事情请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啊，我是相信你们二位的，不说是现在了，就是以后，我还是希望你们二位能作为我得力的助手。哎，哎呀，刚才闹了这么一出，想必二位已经累了，那就好好的休息休息啊。哦，下午我们到新梅龙好好的吃顿饭。好，谢谢刘爷。谢谢刘爷。你还演得这么好，干嘛呀？我真紧张，万一演砸了呢？我不是说了吗，让那个楚科长喝一壶，信不信我？信不信我？信。楚科长就一直逼问黄立文在公馆到底为六爷您办什么事儿，但黄立文一句都没说，就是拼命的喊着要见六爷。楚科长他不听啊，非要把黄立文带到马头仓库去。我怕情况难以收拾，就把他们全都带到这儿来，请六爷您处置。六爷，他来了。六爷，底片的事儿是我太大意了，让您失望了，但是关于黄立文和乔志才这两个人，您可一定要提高警惕。我对他们两个监视监听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两个人疑点太多了，千万不能重用，更不能轻信，否则后患无穷啊。够了，六爷，那请您仔细想想这件事儿。假设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只是家庭照片的话，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周折，又为什么要当着您的面演一出苦肉计？有些话我不该说，但是如果您再这样被他们蒙蔽下去的话，您担心晚节不保啊。够了，你整天打着剿共的幌子，你想干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马上下发文件，任何人不得擅自靠近乔志才、黄立文，更不得擅自监视监听。行动科的经费减半，所用器材上缴，重新分配。如有重大的行动，没有我的批复，不能擅自执行。六爷，局座，我一心只为工作，绝没有别的目的。不管对党国还是对您，问心无愧。下去吧。人带走，东西收上。是。快走。老板，
老板，你这是干啥呀？老板，不是，哎，二老板，有话好好说行吗？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那个老板，我那劳务费你还没给我结呢，这钱不能欠呐。另外，哎，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给的什么狗屁情报？合着你跟你家二弟妹玩我们的是吗？没玩。哎，你这，哎，哎，老板，哎，这挨着，都在亲啊亲啊，那个啥，哎呀。阿三，下次去我房间拿东西，记得放回原处，啊！不是，怎么着？这是黄立文同志从劳工馆拿到的名单拷贝。他不仅拿到了这份名单拷贝，而且还利用劳六爷解除了保密局对我的监听监视。这是一石二鸟啊！小黄同志进步很快。不愧是小光同志的妻子呀！如果小光同志没有牺牲的话，那他们夫妻俩一定会是。合肥路32号的惨案，我们还在调查。罹难了这么多同志，必须给一个说法。这份名单是保密局的底牌，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掌握主动。肖银针专家周围果然还有特务，而且还是两名。七弟还有奶妈。乔礼杰呢？乔礼杰，乔礼杰家没有注明。难道乔礼杰身边还没有安置其他特务吗？他们不会如此怠慢乔礼杰。我认为啊，乔礼杰身边的特务一定隐藏得很深，其身份比这份名单的保密级别要高。我一定会极力争取乔礼杰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哎，好了，你们俩不用送了，多保重。听我一句劝，国内目前的局势是待不住了。你们也要想办法尽早离开。哎，何博士，我也想走啊，可现在研究单位上哪儿落实啊？我问过巴黎和柏林的朋友，那儿的实验室位置也紧张得很。美国就更不用说了，麻省和加州的学院更是一个人都不用。哎，何博士，您去了香港之后也帮我们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机会。嗯，没问题，我会放在心上。你看他多能耐，陈副市长天天关怀。我听说，只要他肯点头，以后研究所就让他挂帅。早知今日，当初我也应该学物理。学物理不管用，你得碰巧学的是核物理。喂。Please hold on one second. He's here. 乔礼杰，乔礼杰。乔礼杰，找你的，他说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贝克博士。Yes, Professor. Huh? You are in Shanghai? Professor, good to see you here, Chao. Please sit down.I ordered you a cup of coffee as well. Thanks. So, why are you in Shanghai? I wanted to see some friends and students, and of course you. Okay. How have you been, Chao? I'm fine, thanks. Okay. How about you? Well, same old thing. I work very hard every day, from dusk to dawn in the laboratory. And we have another 2 colliders.You know, I just miss the accelerator there.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you do not have accelerators here? Yes, but not that good. Chao,
You're wasting your life. You should spend your energy working in a highly efficient working environment. Chao, come back with me to our institute. Come back to Boston. I even think you can win the Nobel Prize in the future. You can work much better there. Professor, I didn't expect this. Right now,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re at war. The both parties want you, and they will do everyth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your work.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otect your rights. Chao, come back with me to the land of the free. Professor, I will think about it. I hope you'll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Jinzao, 一位特殊人物底户，他是乔丽杰在美国的恩师斯坦贝克教授。他第一时间联系了乔丽杰，并且探望他。虽然整个行程是公开的，但是我觉得乔丽杰是个敏感人物，我们要对这个美国教授加以关注。的确，这位美国教授选择这个时候来到上海与乔丽杰接触，首先要弄清楚他的真实意图。好，我会着手调查。斯坦贝克教授是我在美国的恩师，他曾经给过我很多中肯的意见。这一次他提议我回到美国，我非常认真地思考了，有利有弊。利在于教授所主导的实验室在美国排名第二，如果我回去可以专注地去推动我的实验和我的研究。弊在于这次就不像以前求学一样有贵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履行在家里的责任，不能像大哥二哥他们这样去照顾妈。还有斯坦贝克教授提醒我说，现在战局很混乱，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很容易失去人身的自由，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危险，并且他会安排人把我顺利地送出上海。李杰今天说的话事关重大，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许外传。李杰啊，你不是想听听家里人的意见吗？妈今天就表个态啊，你心里有妈，想着要照顾妈，妈就心满意足了。不过我知道物理实验对你来讲是第一位的，我支持你去美国，你就放心的去啊，你到了美国才能实现你的理想和抱负啊。李杰，你这一走有可能就不回来，大哥真舍不得你，可还是美国好啊！你能去就去吧。李姐，你去美国忙你的事业，家里的事儿别担心，有我跟丽文、大哥、大嫂都在呢啊，放心。哎，我倒是觉得除了事业前景和家庭责任，李杰还有一点需要考虑。是什么？我说的不好，你随便听听啊。请说。如果只是为了在顶尖的实验室工作，那毕业以后就可以留在美国，何必要回来呢？所以说，李杰一定是想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对吗？就像斯坦贝克教授说的那样。眼下的确时局很乱，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不管哪一方胜利，李杰都是我们祖国急需的科研人才。那既然美国都可以给予李杰优待，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不会呢？啊，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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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套一套的。丽姐，你二嫂这段时间天天看报纸，拉着我天天讨论国家大事，这国家跟我们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你好好的去美国，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放心啊。我却认为二嫂说的有道理。现在我的祖国物理科研的水平距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是否应该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缩短这个距离呢？丽姐，那这美国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不去了。为什么李杰，啊，那么听你的？因为我说的话有道理呀。从小长到大，认同过谁呀？我还想问你呢，丽娜怎么现在就那么听你的话呀？嗯，自从你帮她出了那个什么，起来，出那什么义兄义妹的主意摆平毛六爷以后，啊，现在对你是服气的不得了。动不动就说，哎，去帮我问一下姐夫的意见。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好使。怎么着？人还不能有点优点了？啊？我没有其他的优点，这小市民的智慧之光我还是有的吧？这份文书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也一直在想要不要签字。其实我在乔家过得很为难，也想过很多次退出，还骂过你，但是你都没有结过婚，却把丈夫做得那么有模有样，照顾我的感受不说，还对我的家人那么好，甚至连我的任务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从理性上来说，我知道我不应该拖累你，可是从感性上来说，我觉得也没有一个人会像你这么来帮我。乔世才，嗯，我可不可以自私一次，不离这个婚啊？那就不离呗。我这么站着你，会不会妨碍你跟别人交往？你操什么心啊？我要是喜欢上别的女人，我马上就离开你，你抱着我拖着我都没有用。这个你说好。放在柜子里吗？
这个。跑哪里去了？这，你们好好找找。快快快快！好，哎，是不是在楼上？看那儿，看那边。想在那边，走。对对对，去那边找。哎，找找，找不着，找不着。乔治岑，乔治岑，乔治岑，阿香，怎么了？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啊？看到了，这里，这里，这里。估计我妈在找东西，没事儿睡吧。往这边走。往哪去了？在哪儿呢？阿森，屋里，屋里，屋里。哪儿啊？耗子撩这儿来了，得就那屋。妈，大哥，这干嘛呀？大半夜的。妈，那个翡翠戒指被耗子给叼跑了，所以我们这满屋子找，嘿，眼看着就钻进这屋来了啊！所以我们也没敲门就冲进来了。哪儿呢？我怎么没见进来啊？哎，你们这是？哦，那个，嗯，我是对不起妈，是我让乔治才睡地铺的。晚上我们拌了几句嘴，然后我就没让他睡，对不起。妈，这没什么呀，这是我们小两口自己的事儿，谁拌了嘴谁就睡地上。你们小两口关着门的事我不管，可是现在是什么天气，地上有多凉，你让我儿子睡在地上，着凉了怎么办？我可告诉你啊，我们这一家老小都靠我儿子的。妈，你看看这被褥多厚，我睡在里面还出汗呢。哎呀呀呀呀！我就说瞅这被褥咋这么眼熟呢？弟妹行啊，挺勤快啊，这隔三差五的就把这被褥拿出去晾啊晒的。呀，我明白了，我说最近咋没动静了呢？弟妹呀，你这难不成一直让二弟睡地上吧？跟你有关系吗？黄立文，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睡地下？哎，妈，妈，妈，你别生气。丽文怀孕了。怀孕了？之前丽文还糊糊涂涂的，以为是月事不调，我们去找唐医生。唐医生说怀上了。唐医生还说，丽文身子骨不好，让我们在行房的时候。要注意，本来这床就小，我们俩挤着睡都，干脆打地铺了。都怀上孩子了？啊，没听你说呀，怎么这么快啊？啊，主要是我跟他好就好早了，怀上孩子也好几个月了，要是这一传出去，街坊邻居掐指那儿一算，这孩子有几个月，我们乔家的面子不过不去，所以我想来想去，没敢跟你说。想去你的世界，翻过冰山，趟过了火焰，人海蔓延，铤而走险。